好，那我叫曾毅，那我的昵称叫塔克西，就我常在社群主要是用这个名字。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就是虽然说刚刚就在帮我介绍一下，那我是就是之前有去 OM 实习，然后回来就是分享一下我去实习的经验。那其实我去年九月就是有一个研讨会，所以回来有分享的，就是类就是大概是相同的那个议题这样子。那就先说，就是其实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完全不是就是走这一条路线，就是我大学的时候是走 HCI， 就是人机互动的研究相关的。那在大二之前呢，我完全没有接触过任何 open source 或者参与过任何的社群。那一直到大二的时候，被那个社群的 Danny， 就是 Danny 黄，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那当时是被他推坑，就是参加就是社团，就是我们当时有创一个叫资讯创意研究社的，然后就被推坑去跑一些社群啊。就是我第一个参加的社群就是去做那个 HeCon 的志工，当时觉得蛮有趣的，就继续这样做下来了。那在2012年的时候，就是如果大家就是有常跑社群就知道说，2012年是一个研讨会爆炸的时代，爆炸的年份，就是所有东西都有一个研讨会，像什么大研讨会 HeCon 都不用说嘛，就是每一个语言，什么RubyConf 啊、PyConf 啊，那是比较就是 general， 就是有些Web 就一大堆啊 ，PHP 啊、Web 啊、JS 啊一大堆 conf 就跑出来。那当时就跟一群一大群各个学校的朋友们，就是我们就去搞了 CCon， 所以就2013年就搞了第一届 CCon。那一直到2014年，就是我进了交大，那才开始学习有关于网路，就是不只是 SDN， 才开始接触网路这一块。那其实在研究所之前呢，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就是上机盖的时候最不喜欢的一堂就是在网路，因为觉得网路东西超多啊，超多破口啊，然后超多不同的头发局要学啊，就想说这个就赶快就混过去就好了。对，那刚讲就是进研究所才开始学 SDN， 就是从就是大家从最早就是一开 SDN 基础开始啊，就是 Control Plane Diagram 切割开来，然后还有 Open Flow 基本 Protocol 啊，然后一些 SDN 的一些相关的应用程式去开发，例如说开发一个简单的 switching 的功能啊，然后用一些简单的 Control 去控制这样子。那一直到2016年。当时就是交大有弄个超大的计划，是小飞机接下来的，就是当时就是在 ONF 的一个叫做詹米城的学长，那他昵称叫拉拉，那就找小飞机，就是讲说，那个我们现在有一个计划叫做 Global SDN Deployment 的计划，那个要不要参加？要不要加入？就是交大要不要接上来？那当时好像对方只给小飞机一两个月的时间吧，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就要把一个 rack 建起来。那等一下会给大家看一下这 rack 长什么。那当时其实小飞机已经建制完成，然后才来找我，就说哎、有没有兴趣来听一听啊，玩一玩啊，然后看看东西啊，然后帮个忙升级一下卡座什么。那个时候呢，我才正式的接触了OpenNV Foundation 相关的专案，就是叫做 SDNIP 的专案。那我等一下也会稍微提一下 SDNIP 是怎么干嘛的。对，那就是在这一年呢，就是我觉得就是给我一个蛮大的人生的一个改变吧，我想。对，那好，那所以2016年呢，就是除了 SDNIP 的建制案以外，还有就是我就跟着他们一群人去参加一个 Open Network Summit 的一个活动，在美国 Santa Clara 西谷 Santa Clara 就是举办。那再来就是九月，就是 ONF 是三月多，然后 Deployment Brigade 的话，就是另外一个活动是也是 ONF， 其实当时叫 OMNet。那他们办的，那Deploy Brigade 的话就是邀请一些开发者，就是有参与过 OMF 专案开发者一起到OMF 或是 ONLab， 当时 ONLab 去大家一起来坐下来讨论说，我们现在这些我们要Deploy， 我们要部署我们的SDN Controller， 那我们大概有什么需求？那我们如果需求Controller不支援的需求的话，那大家要一起来开发这样子，那就是大家就坐下来一起开发，那大概是为期两周的，就是开发的一个活动。那等一下也会提到说的活动这样子。那2017年呢，就因缘机会就加入了，就是
ONF， 那然后 ONF 后来就是跟 ONF 合并，就是 ONF 这样子。那我待会讲我实际做了哪些细节做的事情。那最后就是我2018年，就是今年三月初的时候回来，就是把聚宝论文把我的硕士把它弄完。所以中间其实我2017年我整年度，应该说2017年年底到2017年，这段时间我其实算是休学的，就研究所也搞了4年这样子，跟大学一样。那我在加入 ONF 之前，实际有在做 project，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 project ONOS 之前还有一个叫做 Loop 的，它是用 Python 去做的一个OpenFlow 的一个 controller， 虽然说他们官网上面是写说他们是一个 framework 这样子。那Loop 的话，我是早期在研究所，就是算前一两年的研究所，然后就是跟着学校跟着教授的计划去做，所以就是用 Loop。那后来因为就是小飞是 deployment 的关系，所以我才接触 ONOS。那它也是一个 control， 是由 ONF 就是开始，然后 ONF 现在继续在那边。那实际在 ONOS 这个 control 里面，我做的东西是跟就是北向就是 Northbound 有关的。那尤其是一个叫 Intent Framework， 就是你只需要给说我今天要从这个 point 进来，从另外 point 出去，然后要 match 到什么样的 IP MAC address， 它就帮你建立好所有的 flow， 就下到所有的设备里面。那之后还有维护了一下，就是那个Virtual Private LAN Service 这个 app， 就是这个 controller 上面的 app。 那还有以及就是后来有维护一下，就是 controller 上面有一个叫 DSD 里面的一个 app 这样子。那在后期就是因为我的实习是从2017年的1月初到2018年的2月底，那就后半段的话，我是主要是在做一个叫做 People 的一个语言跟 People Runtime Protocol， 就是在我们工作上面去执行一个一些module 这样子。那在之后呢，就是等一下 intern 的部分我们讲，因为这是之前的。对，那我除此之外还有开发一些就是 People Language 相关的一些 plugin， 就是在这是个人自己的一些就给主要是给自己用的一个open source plugin 这样子。那详细可以到我的 GitHub 上面看。那再来就是刚刚提到说，我就是参与一些 SDN 的 event， 就是在我 show off 之前。那主要是这个 deployment brigade 的时候，那当时就是因为音乐家就是有被邀请过去说就是开发，那那个时候就是有好好的表现，然后就是就我刚刚提说有没有就询问说有没有 intern 这样的机会，因为想说。我当时是就是读研究所读得很没有方向，对，然后所以就想说先出去闯一闯，去了解一下，然后去多走走看看世面这样子，然后就问你们一份机会。那当时就是这之前就我们有一个就这个就是小飞机建的一轨，他把它称为成功，对，就建一个成都栏。然后当时我们就是用了4台 10G 的 switch， 然后加上5台 server 吧，我记得6台 server， 对，然后再加一个L2 的一般的传统的 port switch 这样子。那我在碰到这一位之前，完完全全没有碰过任何实体的这种超过1G 的 switch， 跟我完全没有碰过 server。对，那当时也是就是有很多人帮忙，就是我就尽量就是去学习这些东西怎么去碰。那我也在这个时候才知道说，就是实体的设备跟我们虚拟模拟出来的一个叫 OpenVSwitch， 所以像我们常用的 SDN 模拟 switch 叫 OpenVSwitch， 那有非常大的不同，对，就是有很多地雷可以踩这样子。那当时的 Global Deployment 是2016年交大呢，就是我们就用 BGP 去跟 Coreanet， 就是在台湾以及美国这边，就是 M9 跟那个。对，好像是 M9， 对，这样接起来，然后就是全世界就会有各式各样，就是欧洲啊、韩国啊、澳洲啊、南美洲这些全部都接起来，然后大家就是可以用 BGP 交换一下 route， 然后互相 ping。对，那就每一个实验室都算一个 S 啊，但不过这个网络是一个就是都是 private， 就是不会跟实际的连接这样子。那对，那这个东西呢，我们就
拿到那个 ONS 上面去，就是跟当时在那边接洽的一个 ONF 的一个成员去 demo 这样子。那以及九月的deployment brigade， 就是我们就是去坐下来，然后好好讨论说我们实际部署需要的需求，然后以及开发，然后以及就是一些 social 的活动这样子，那都蛮酷的。所以呢，其实我2014、2015、2016年期我都是都有点停滞不前，就是在做产学案啊、读论文啊，还有做一些杂事情这样子。那不知道这边有没有各位有没有玩过数据上面的 SAP 啊？应该多少有一些人没玩过。就是它其实主线任务非常简单，就像我现在主线任务就是要把研究所弄完，然后好好找一个工作，然后可能演替啊、当兵啊，找一个工作就出去。那玩过 SAP 的知道，它其实支线都超级多，然后都很多支线还超级肥。对，所以就很像那样，就是我开一个超大支线任务出来，然后就去做事情这样子。对，那最后就是一般两分，再把主线解完这样子。对，那于是呢，我就2017年就是把东西弄完，把该弄的弄完之后，就跑到戏谷。那这边大家知道戏谷在哪边吗？知道举手一下好不好？戏谷实际的地点，大概区域啦就好了。戏谷呢，这一期就标出来，它其实在美西，就是画一个太平洋就到了，就是戏谷。那美西其实很大一块嘛，也可以说从北边的那个华盛顿州一直到南边都算嘛。那其实是集中在这一块，就是我们通常大家都会说在旧金山，但其实旧金山是只有这一块叫旧金山市，但其实我个人认定的戏谷叫做湾区 Bay Area， 其实这一块。那但是实际上我之前有查过，好像是维基吧，它的定义说戏谷其实是在 San Jose 这一带之前啦。但是我现在觉得现代戏谷其实是整个湾区，因为像你说San Jose 可能像什么 Adobe 在这边，然后 Los Gatos 像我记得好像是 Netflix 在这边，然后 Palato 啊有个 Congo DB， 然后 Mountain Park 有 Facebook， Mountain View 有 Google， 然后我记得 GitHub 好像是 San Francisco 的。所以呢，其实戏谷呢，我可以说，它其实大概就是这一块，就是，这边我们叫西湾，这边叫东湾。那著名的 Tesla 就在 Fremont 建厂这样子。对，那说大也不大，说小也不小，它其实就是一块这个充满各种科技、高科技公司。对。那Open Networking Lab 或是 ONF 它在哪里呢？它就在 Menlo Park 这边，就是其实讲。大家比较熟悉的话，就是在 Stanford 的附近，就是其实大概你走路不用几十分钟就可以到 Stanford， 就一个非常近距离。那这边简介一下OF 或者 ONF。那其实早期 ONF 跟 ONF 是分开，那 ONF 是专注于就是在做一些 stack 的定制啊，一些 solution 的定制这样子。那 ONF 比较专注于在实际开发一些像 controller 啊，或是一些 solution 这样子。就是实际有 code 出来的东西。那在2017年年中，我记得好像七月左右吧。ONF 跟 ONF 就合并了。对。那他们呢，就是 ONF 呢，其实就是一个 non-profit， 就是一个非盈利的组织。那非盈组织呢，就是我们就是靠做 open source project， 然后靠跟partner， 就是跟合作伙伴呢，他们会捐助赞助我们，去持续的这样进行下去。那目前的 ONF 呢，OpenFlow 已经停了，就是 OpenFlow 就是 Stack 是停在一个我不确定2.0版有没有放到 public 出去，我记得是2.0版在 Drift 里面的，但是就是目前 OpenFlow 比较没有再进行下去，就是它是一个controller 跟 controller 跟 interface separate 之间沟通的 protocol。那目前 ONF 它专注于reference design， 就是。我们会设计一套蓝图，让我们的 partner 去参考，或是其他人去参考做使用，或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叫做 experiment platform， 就是我们会依据我们的 reference design 呢去实做出一个东西，例如说像 core 就是一个例子，其实 core 它是一个概念，就是把刚陈乔讲，就是把 central office 就是电信商的机房，把它virtualize 成Rackspace， 就是virtualize 成一个 data center 出来，那这是我们实际。有实作的东西叫做Open Core。那但我们其实之前还有那个做 Onos 的 SDN Controller 还继续在 maintain。
那我们现在最近有一些新的 project， 例如说像 Stratum 就是一个Swift 上面的一个 OS 这样。那好，那我可能要加速，因为我感觉好像时间不太够。好，那就是我刚才提到，就是我们有一大堆reference design 啊跟实作部分。对，那现在刚才就提到一个 report 这样子。那Overflow 合作伙伴，其实我们合作完分了四个层级。那这边就是我们叫 partner 的层级，就是赞助非常多钱的，然后他们也会投工程师，也会投board member， 就是董事下来，就是决定的 ONF 之后的一些走向。那我们四个层级有 partner 跟innovation collaborator， collaborator 跟 innovator， 那这四个层级。那像有一些台湾很多公司就是 Nicker Network， 他们就是innovator 嘛。对，然后还有一些学术单位，就说像交大啊，好像清大也有，然后还有成大好像也有，就是叫做 collaborator， 就是出学生来协助一起参与 open source project 这样子。那好，那到了系谷，原本我想说实习会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没有在系谷这种地方实习过嘛，所以我们只有看过一些电影，就是实习大叔啊，或是像一些系谷群家传啊之类的，就想说系谷工作起来会怎样，就是大家都投入在 code 里面啊，然后就是可能是会有一个很悠闲的环境，就是在那边讨论 code。那实际上呢，首先就是你要回大量的 email， 然后还没写code 之前先回一大堆 email， 每天都几十个 email， 然后 review 其他人的 code， 因为大家写 code 速度超级快，然后就一直上新的 review 上去，然后解 bug 效能问题，就是可能有一大堆 bug 要解，那最后才写 code。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大堆人开会，就是超多的会要开，就是他们就是非常习惯说先讨论好事情，决策好，再去实作。对，那我觉得其实这也蛮好，因为就是你可以决定说，你可以先讨论好说，你可能这个架构有什么问题啊，或是你效能可能这样设计有没有问题啊之类的。所以会都比较多。那这是其中一个量化出来的数字，就是这是我在，因为我们 ONF 的code 其实都有 build 在上面，都有 build 在 GitHub 上面。那这是我 GitHub 的一个那个contribution 的记录。那其实虽然说 contribution 它除了 commit 以外，它有记录其他东西，但是我大概90%以上的 commit， 所以可以看这个数字。那所以我在离开研究所之前，大概一年可以到1000多。那进了 open 之后，就是直接掉下来，因为基本上都没有在写 code 这样子，也都在开会做决策这样。那稍微点一下开放模式，因为我好像剩5分钟是。好，那开放模式其实我们是 run scrum， 那可能有不少人听过 Scrum， 这边有多少人听知道 Scrum？ 好，那Scrum 它其实算是一个敏捷开发一个方法。那我们会有每次的 stand up， 就是每天早上会有一个5分钟，大家提一下昨天做的事情，今天要做什么，那你未来要做什么事情，就是很快速的都提一下，讨论一下。那我们会有一些 sprint， 就是每一个循环有一个 sprint 的 meeting， 跟每一个 sprint 之前要 planning 跟 review。那我等一下会有一个图片出来。那另外一个就是 ONF 它一个特点是我们有一大堆叫做 brigade， 叫做英文直译叫军旅，就是一个旅一个旅的什么。那其实就是每个 team 啊，就是我们有一大堆 brigade， 例如说我们有 northbound， 就是专门负责北向接口，负责南向接口都有一个 brigade， 然后负责 people brigade 之类的，就有一大堆 brigade。广听，那因为 ONF 人开发的成员其实没有很多，所以个人可能会多兼多个 brigade 这样子。对，那Scrum 的话，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简略的。那可能一些 Scrum 答案会跑，只有这个话不太精确，那没关系。那我们会有一大堆 backlog， 就是一大堆 story 在放在那边 backlog。然后Sprint 的时候，我们在 Sprint 的时候会把我们要的工作这个 Sprint 里面做的 test 拿出来。那我们每个 Sprint 呢，在 OMF 之前，应该说在实习的时候。是2到4周一个 sprint， 然后每天会有一个 meeting。那最后2到4周完成的时候，会有一个 review 出来说，去探讨说我们的 sprint 做了哪些事情。对，那好，这是我们大概开发的一个流程。那用到工具和服务呢，其实我们就是用一些例如说像 GR 我们是管一些 story 啊，管一些我们要做的事情，然后Gary 啊做 review 啊，然后 GitHub 是接做 Mirror， 我们实际在 push code 的时候，我们是用 Gary。
那我们用 Slack 跟 Google Groups 去做讨论。对。那我实际真的有参与计划，就是我刚刚提到说，就是 Intel Framework 啊、Notebook 啊、VPLS 啊、P4， 那以及一个叫做 Fabric P4， 是我们定义用 P4 语言去定义一个 pipeline， 是用于 Core 里面实际使用的。那这个东西最后也成为了我的论文这样子。那以及我后来在最后三分之一的我开始参与 Core 的计划。那实际上的活动，那其实我们 OF 有一大堆参与一大堆研讨会，所以。其实就算实习生有到处跑机会，就是说，OS 就不用说嘛。那像 Honors 比我们之前翻在说，所以就有点像员工旅游一样，大家都跑去韩国、去首尔、去玩一下，然后我也顺便去讲一下 Notebook 的东西。那Core View 在 San Jose 就是也在系，就我们在讲 Core 的东西。那有一个叫做那个 Taiwan Free SDNFB 的World Congress 的一个在海牙，在荷兰，就是我们也就跑到去荷兰去做一个 demo。那最后就我在回来之前呢，我们就是跑到一个，我们就跑到西班牙巴塞罗那去的Mobile World Congress，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研讨会。那像 Bonus Builder 啊，以及这个荷兰，那组织福利呢其实蛮好的，就是有员工旅游，是我刚刚讲，是我们跑了大家研讨会，所以大家常会出国，然后也顺便在当地玩一下，蛮好玩的。然后我们有很多一些聚餐啊，有一些。summer fun 就是暑假我们有一些游玩的东西，像我们有去野餐啊，然后还有去看棒球赛啊那些的。那还有很多很猛的网络设备可以玩，就是说像这是两台的那个 100G 的 Switch， 然后每一个有65个 port。那我拿来第一天就把它当圣诞树在玩的，对，因为它蛮好玩。那讲到 100G， 就是其实我们之前在 demo 后来 OS demo 的时候，我们就是用刚这个。因为它是一个可以去改写里面任何的pipeline parser 的一个设备，那所以我们又把它做成说刚陈彦豪提的，就是在5G core network 里面的一个叫做 S gateway 跟 P gateway 同时做出来。那因为它是 100G 的，所以我们就是有用smart MIC 用 server 去模拟出 100G 的手机流量。对，然后打出来，所以它实际是可以打到 100G 的那个，就都蛮好玩的。对，那除了实习之外，湾区日常就谈一下就是实习工作以外的事情，就是那因为湾区呢，如果你没有车子的话会蛮无聊的，所以通常都要找一下一些人带。对，那当时就找到说就是。因为有些认识的朋友啊，或者说实习的时候，就是那个詹姆斯学长，他也在那边工作，然后就是有时候会去找他跟一些其他朋友去踏青一下。那还有去学一些甜点跟做料理，因为你知道美国的房子很大，然后厨房更大，然后都有大烤箱跟很多烹饪用具，所以在家里就会学自己做一大堆甜点，像什么马卡龙啊、蛋糕啊、饼干啊什么东西的。对，所以好像去实习。增长最多好像就是做菜技能，对。那之前有一些朋友来，然后我们就跑到什么优胜美地啊，然后跟参加那个一年一度的那个科技海滩日，就是有100只科技吧，在那个海滩上面跑来跑去，然后对。好，那最后就是讲一下我实习的那个心得啦，就是其实外国人他们其实非常重视正确的规划，就是在写 code 之前，你一定要把规划好，就是以免你。后面难维护啊，或者说后面程式效能一些容易引起一些 bug 的问题。那再就是善用工具把增加工作效率。例如说如果你对 Git 超级熟的话，那其实你应该知道 Git 有一大堆很神奇的功能可以让你操作你的版本。那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 Git bisect 好了，可以让你用 log n 的速度去找到你的问题。对，那就比起你用一般的log 对，因为 一般用 big O N 去找，其实就速度会快掉掉。对，那再來就是说，英文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啦，大概高中英文，如果你七天单都有背熟的话，其实在那边生活都不是什么问题。对，那能不能对方能理解意思，就是比精确文法还要非常重要。那毕竟那边有一大堆外国人，其实有时候那边的意大利人可能英文不会比我好。对，很好笑。那对，还有英文就是一样，就是工作其实因为大家都用专用名词，所以其实工作上面英文其实非常简单。对，那倒是去餐厅点菜还难一点。对。
因为那个 menu 上面一大堆，根本听不懂。对，那再是要学习一下，我觉得他们蛮好的态度，就是该做事就是认真做事，该玩就是认真玩。比如说你五点就是一定要下班，然后就他们五点就要下班，不像我们就是像台劳一样那边还在加班。对，那该做事就做事，该玩就玩，他们就是非常常出去玩这样。那再是这也是台湾教育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台湾教育不习惯就是让学生发问，那他们其实已经习惯是有意见有问题，不管怎样就是提出来，对，那不然就是真的就没人理你了，马上就过去了。好，那因为时间到，所以就是好，我还差一页，对，对，那再來最后一个就是中午不要喝拿铁，因为意大利也会吃技术，对啊，因为我上次喝拿铁被罩起来，然后意大利说好快了。对，那实习之后呢，原本就想说回到学院，然后被推荐成行政助理，然后想毕业就好了。结果呢，就突然来一个信说，那个有没有空啊？要不要来继续做啊？然后就现在就是被召回去，要继续做事情这样子。对，那好，那因为时间到，所以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希望欢迎大家来，就私下来找我来聊天这样子。好，谢谢大家。